像塑料花一样的存在。其实我一直以为它是不怎么香的，但一闻它的味道，它居然是浓香型的郁金。这个品种叫做圣斯法贝尔，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世霸啊，就是世界的世，霸主的霸。这个名字真的是跟它的花不太相符，因为我觉得它花看起来是特别 Q 萌可爱的那种。你看这个花呀，包包的鼓鼓的，那里的内心呢带有一点杏色调，就是由内而外透出了一丝光感在。然后这个花呢就是很清开很清开，超级多头。它的特性主要是非常抗晒抗热，我记得很清楚啊，就这个品种在夏天的时候比春天表现都还要好，就是每年夏天的时候它都开炸了，不管多高的温度它都能扛住，人都着不住了，前提是不要缺水，不要缺水。所以呢，这个品种阳台可以养的，院子也可以养的，推荐给大家。酷酷的花园，实现你的花园梦想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